大家好，我是张之轩。那一般人只知道我叫 Stella Chen。我从美国毕业回来之后呢，也这个回来当教职。虽然之前我跟Taro O'Connor、Gary Shaka、Julius Mendenhall 有跟 Yamash Balin 都学过。回来之后我就主攻在教育的这个方面，所以我在台北美国学校任教的是14年，之前我在香港工作，也是在国际学校工作，就是有幸受邀参加潘神室内乐，在他们10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，从这个3重奏扩编到6重奏。我们这一次在这个黄金10年的这个音乐会里面，我们会选一些很好听又特别的曲子跟大家分享。其中的一首是贝多芬，那我跟简老师决定吹这首的原因，是因为贝多芬他其实在这首曲子，因为他很早期写的，大概是20岁左右，20岁不到写的，所以他有他非常柔情的一面，是大家不知道的贝多芬。其实如果没有特别讲，你们可能不会知道那是贝多芬的作品，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，是一个类似像小品集的这个部分，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。黄金十年会在10月10号周四的下午2点半在国家演奏厅跟大家碰面，希望大家有空可以过来欣赏一下。